目前外头的太阳还是很大，在户外工作的劳工真的很辛苦。那慈济的环保志工呢，同样是在大太阳底下劳动的。接下来的报道提醒环保志工们，如果长时间固定同一个姿势，或者是反复机械性的动作，那么做分类的话，可能会造成肌肉的疲劳，甚至筋骨受伤哦。因此，运动医学医师要教导您做环保如何避免伤害。亲近大地的志工为了环保尽心力，但却可能忘了照顾自己。坐久了以后要站起来哦，真的挺不起身，而且要移动脚步的时候，那个真是举步维艰呐。屁股是低于膝盖的时候，像我们坐矮板凳，所以就是这样坐，这时候腰的弯曲角度就很大。但是如果是平的，或者是稍微低一点点，就是屁股稍高于膝盖。这相对来说，腰椎压力都不会那么大。伊也是屈掉的啦，像个关关安尼吼，安尼较好转开。垃圾分类不一定耗费力气，但是机械性反复同一个动作，手掌关节、手肘肌肉，甚至后背部到肩膀，都有可能过度疲劳。对象的手稍微的辅助一下，帮忙吼，增加一个拉力，但是避免去做一个瞬间的动作吼，就只要到极限之后，然后轻轻的给一个拉力。维持在这里大概十秒的时间。从医学角度分析，环保志工常见的姿势伤害，低于肩膀的动作起因反复伸缩磨损，高于肩膀的动作则因为角度大过度拉扯。肩膀后方我们可以做一些像这样子的活动啊，把肩膀这边的肌肉稍微拉长，这边也是一样，或者是往上做延伸，然后尽量的拉高。医师建议做环保之前先热身伸展筋骨，也不要同一个姿势维持过久，至少一个小时必须起身动一动。矮凳过低，尤其臀部低于膝盖，伤膝也伤腰椎，提醒志工保护环境也要先保护好自己。大爱新闻的亚平、欧阳光辉，台中嘉义综合报道。